投入点滴爱心，不舍国际灾难频传。凤山慈济志工跟民众带着家中日日累积的竹筒到高雄静思堂，许多人都是全家到齐，甚至是一家四代出动。参加这个活动很高兴哦。为什么？没有理由啊，一定高兴的啦。嗯啊，当然会当回公益要吃大汉，会当哦行这条路，啊做善事。捐竹筒的活动短短几天内就募集到至少110只竹筒。差不多五六日前哦，啊，请因大家将这个有欠竹筒的人哦，拢总请出来，啊来参加到这届的这个国际赈灾。爱心接力，一棒接一棒。万里传达竹筒送爱。高雄外语队有外籍人士，也有国外返台人士，特地聚集捐竹筒。来自澳洲的 Chris 人在台湾，心系国际。我看到新闻，我知道有需要帮助的人，很重要帮忙他们。我们也要尽一点点的力量来鼓动人心，那就是每个人都有能力帮助别人，即使是一毛钱也可以帮助别人。不分国籍跟语言，善念点滴成涓流，要把满满的祝福送往国际苦难处。带新闻陈怡真、陈立伟高雄报道。